除了爱情和你放我下来控制的秘密就是我和你你要干什么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没关系我又让你依赖的那用力谁又说得清爱情的魔力忍不住要向你靠近这一次紧握双手彼此心连心欣妍，外公，怎么起得这么早啊？公司的事情解决了吗？睡得好，自然也就起得早。我都知道了，辛苦你们了。没有。哎，你和那个小妍。啊，妍星城。对，你的小未婚夫，人长得帅，人品也不错。你们不打算早日订婚结婚？外公可等着保证外孙呢。哎呀，外公，你刚刚还在说公司的事情，怎么突然就说到了结婚订婚的事情？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外公，您要去哪里？我送您去吧。好吧，帮我推到花房去吧。花房？嗯。欣妍呀。你离家的时候还很小，你都不记得了。这座漂亮的花房是你爸爸亲手绘制和装扮的。好漂亮啊！原来这里是花房。嗯，这里按时盛开的鲜花，都是你妈妈种下的。这是你爸爸妈妈爱情的见证，也是我们庄家。最温暖和最漂亮的地方，可惜呀、啊。可惜，扶我下来吧。你慢点。你爸妈在的时候啊。这里常年开着各种各样的玫瑰，一到夏天，飘香满院。自从你爸妈离去之后啊，这里的花草也跟着他们一起枯萎死去，再也没有长出一根枝叶，没有开过一朵鲜花。怎么会这样？
外公，你把画坊交给我们吧。交给你们？嗯，您把公司交给我们，我们都能处理那么严重的债权危机。您把画坊也交给我们，等到夏天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定能让这里开满鲜花。好，好。严星城，你过来跟我们一起种花吧。哎，严星城，你别走，等一下，外公再见。严星城，等一下。慢点，慢点。来呀，天鹏，哎，让不着。哎呀，哎，妈妈，他欺负我。哎，来呀，有本事来欺负。干什么？你就这么坐着？不然呢？不然呢？这里，这里，这里，这么多活等着我们做呢，我们都在干活，你一个人在这里坐着，你觉得合适吗？合适。麻烦让一下，既然你不干活，也不要打扰我们。我现在要干活了。这里种不出花来。我说了，这个花房种不出花来。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你不帮忙就算了，你坐在这里舒舒服服的，还给我们泼冷水。你都没有去做，你怎么知道种不出来？你都没有种呢，你怎么知道它开不出花？我就是知道。那我还知道，只要努力了，就一定会有回报的。严先生，怎么样？现在要不要帮忙？还是说，你想要再尝一尝泥土的芬芳？来自于巴黎街头时尚流行元素，再多说一句把你扔出去。就这样的抱紧你，就这样的亲吻你，就这样的配合你的小人气，想和你去看流星，想和你修炼爱情的秘密。放我下来，就是我和你。
你要干什么？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没关系，我又让你依赖的那有力。谁又说的情，爱情的魔力，忍不住要向你靠近。这一次紧握双手，彼此心连心，感觉奇妙，让人不可思议。哦，别怀疑。你说我要干什么？命中注定。Yes, I do。就这样抱紧你，就这样的亲。帮我擦掉。就这样的背着你的小人情，想和你去看流星，想和你修炼爱情的秘籍，不明智的意义就是我和你。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没关系，我又让你依赖的难有力。谁又说得清爱情的魔力，忍不住也向你靠近。这一次紧握双手，彼此心连心，感觉奇妙，让人真的不可思议。哦，别怀疑，这就是命中注定。就这样的抱紧你，就这样的亲吻你，就这样的配合你的小人情，想和你去看流星，想和你修炼爱情的秘密。下次我不会再放过你。